声。俺のターン、ドロー。左瞧右瞧，九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他两粒一级车头灯耀眼啊！我已经很兴奋了。郭书瑶最近经营起副业，可以说是不遗余力。本看就在路边直击，杀很大。见证了神迹啦！顶着艳阳排了半个多小时，郭书瑶一点都没有厌倦。为了力求完美，非常有耐心拍出宣传效果。负责拍照的妹妹还要充当司机，姐妹俩转点换了套衣服继续拍照。左拍拍，右拍拍，相机拍不够，拿出手机接着拍。瑶瑶不止努力新事业，到了晚上心有余力，还当起了分手情侣的电灯泡。三人各国有说有笑，真的好不热闹。结束后，刘书鸿还开着他的白色小车车载两人回家。哎，稍等一下，吴珊从副驾座下车，难道正如网传，他和刘书鸿两人已经复合了吗？不过就在这个时候，郭书瑶跟英山步步逼近，突然走向我们。中秋佳节快乐，辛苦中秋节快乐啦！现在两点多了，好啦，你帮他挑漂亮点，挑天又他今天。那你可以回到你们复合吗？当然没有复合啦，住在隔壁栋而已，所以我们常常对会约。不会复合啦？不会复合。为什么？至少我不会想。赶快回家。我要等你回家才要回家。他今天就是我家人，我今天是住他家，拜拜。说起英山与刘书鸿，本看在2018年直击两人热恋，边走边逛，不时牵牵小手，搭肩搂腰，还要搓搓背。如今昔日恋人同桌吃锅，受访时也相当大方。看来英山已经走出阴霾，心情一点儿都不受影响。